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西方的女性怎么样去攀爬这个企业阶梯？应该要有这个概念，就进了大公司之后，你就是在爬一个所谓的企业的阶梯。这个名词就叫做 corporate ladder。corporate ladder， OK，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要是你喜欢一个漫画叫做岛根作的话，我个人非常喜欢，我会把它买起来收集。就后来发现，因为我本来以为我还是会回到国外去生活，所以我想说买起来我就把它带到国外去，以后就可以看这样子。就后来发现，没有要回去了，留在台湾了，那我就不买了，因为我去漫画店看就可以了嘛。啊，所以我收集到了，好像是部长还是到了他的那个，有没有当成那个最后的那一个，好像到了取缔役还是什么鬼的啊？这个不扯算了。总之，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他攀爬企业阶梯，然后爬到了他公司的这个营运长这些的。Corporate ladder， 前面的动词就是 climb。 那理解一下 ladder 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可以搬来搬去的梯子，跟那个建筑物里的楼梯就不是同一个字。建筑物里的楼梯叫做 stairs， OK， 复数的 stairs， OK。 然后啊，这个你在爬楼梯的时候，就楼层楼层间，就你看哦，这样子啪啪啪爬上来，然后再啪啪啪爬上去，基本上这个啪啪啪爬上来这一段，那个的单位词叫做 flight。你想象一下好了，如果说你没爬好，是不是一下飞下来？没有飞上去，就飞下来。所以用 flight 这个字来当作单位词，说 a flight of stairs。所以多知道一下这个名词的片语的用法。a flight of stairs。好，然后有的时候建筑物前面它可能会有几阶台阶，所以可能几阶几阶啊，走一走走走又个几阶之类的。法院外国看的那种法庭也通常就这一种嘛，所以这个它也叫做 stairs 吗？那种几阶几阶没有很长的，通常我们就叫它 steps。 OK， 好，所以这里理解一下几个不同名词的用法。所以这里说的 women in corporate， What are skills, traits and things one should know or acquire to climb the ladder？ 所以 climb the ladder 就刚说的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需要什么 skills， 需要什么 traits 就特征特质之类的。所以一般来说 trait 这个字我们大概会说跟 characteristic 这个词算是一样的， OK。 So what kind of traits do you need to possess or what kind of characteristics do you need to possess in order to climb the corporate ladder or get promoted， OK， find your way up 这样子。那多讲一个词，就我们一般会觉得女生啊，或者可能就有色人种之类的，我们讲 color minority， 可能在攀爬这个企业阶梯的时候会有一个我们称为叫做玻璃天花板啊，你中文你一定知道，那这个玻璃天花板怎么翻译啊？叫做 glass ceiling， OK， 这个玻璃天花板，那你也懂意思啦，也就是说有些位置啊，因为它是玻璃嘛，所以表示是可以看过去的，看透的，所以有一些企业里的位置你看得到，但是你爬不到，因为那个是一个 ceiling， 你没办法突破它啊。然后我也看过，就是我们特别讲亚洲人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亚洲人在企业里面你怎么升你可能也没办法升到总裁的位置，那因为亚洲特别我们就不用玻璃这个字，我也看过一个词叫做 bamboo ceiling， 蛮可爱的，有一个天花板然后它是用竹子去编成的，那你一样爬不上去，因为它是一个天花板，你也看得到，因为 bamboo 是可以 see through 的。所以蛮有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字。好， 我觉得我可以省大家一点时间，我先把第一段读完。所以这个人回应很多人支持说 Don't wait for opportunities to come your way. Don't wait to be recognized and rewarded for simply being a hard worker with good results. You definitely need to open your own windows and knock on your own doors. 所以这是第一个他给女性的一个建议，不要等机会往你的方向来，So come your way 就是往你的方向来， OK， 所以你不能等机会自己来。 Don't wait to be recognized， 不要等着被大家给认可以及被奖励 and rewarded for 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好好的当一个努力工作的人，而且有好结果，好成果，但是你不能等着人家来看到这些东西，你需要来自己开自己的窗户以及敲开自己的门。 So you need to open your own windows and knock on your own doors。下面好多人都说呀，没错，
都认为是同样的这个一个该有的建议，都是同样的 advice。 所以这里简单的一个总结就是 So you should ask for and you should demand what you deserve， 这是他给所有女生的建议，自己去要，自己去要求你觉得你值得的东西。好，总之是西方啦，你说台湾的这个公司也可以这样子吗？我不知道，因为我首先一不是女生，二我也不是一个在企业里面常待的人。我个人觉得台湾好像也不能这样子，连男生都不行。就我知道，我觉得我们的企业文化，至少我一个片面的侧面的了解 ，from my very you know unprofessional understanding， 就我们的企业文化好像就是不能太 aggressive， 是不是这样子 ？Or don't rock the boat. Upper management has their own decisions to make.And don't try to play a role in their decision making because you shouldn't. Okay, it's not up to you. That's my, so again, it's my brief understanding. Probably not true, but anyway. 好 ，Anyway， 再往下看，有些什么值得看的一些地方啊？我们看这个啊，这里 office gossip 啊，可以。所以他说的是小心啊 ，be careful whom you trade office gossip with.你要小心跟什么人去交换办公室的八卦。You trade gossip with somebody, and you should be careful whom you trade the gossip with.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句子的结构。所以 office gossip 就是办公室的八卦 ，gossip 就八卦，没问题。Or better yet， 或者更好的是，不要讲八卦 ，don't spread office gossip at all。我觉得这个还是更好的。听是 OK，only receive it， 大家这样会更好。好，然后。我们就用这个词来延伸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办公室里面总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water cooler talk。water cooler 就是那个饮水机，所以它是一个饮水机。You can call that water dispenser too, or even fountain if you like. water cooler。那大家都会去拿水，取水的时候就啊最近怎么样啊？哦，最近追一个剧，那那个谁在跟谁睡在一起 ？water cooler talk。所以这个东西。甚至西方有些网站在讲说你该怎么去进行 water cooler talk， 因为你不应该像人家问一个问题，你不应该问的太详细，这样你会觉得你太八卦，你可能听听就哦，然后可能给一些你的意见，那个意见又不能要听起来要恰当要适中哦。So I guess there is some you know there's some depth to it maybe 哦，里面是有深度的哦。So you should definitelytry to be better at it so that you don't maybe cross lines sometimes. 所以你不会在 water cooler talk 的对话中可能会过线啊或什么这些的。就连这个都是可以 it's a skill you can hone, I guess. 这是一个你可以去磨练的技巧都不一定。可以去 hone 的一个 skill, okay? Hone your skill in terms of water cooler talk. Again, 我没有待过企业但我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这是一个这种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可以建构的地方。一个可以建构人际关系的地方。So water cooler talk is a medium through which interpersonal, okay, relationship can be built. 好 ，All right. 好，然后再来，看一下一个词呀， yeah, 这个很重要。我个人也觉得。我不能说我没有待过企业，我以前有待过电视公司，待过报社，那也算是企业。不过还是必须说那里面呀，电视公司大概有。如果真要讲报社的话，报社多半是单打独斗，你知道吗？好，这个不扯。不过我要讲一下电视公司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回忆哦。OK， 所以正好跟这里来呼应一下，所以他要加的就是 learn their names。前面讲了一堆是什么？就是这个是 follow up 前面说的，前面就是说你要去认识同事，你要去记得他们的名字。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什么叫认识同事啊？就不管上你不是只是认识你同辈的 colleagues 而已，你最好就是公司的打扫的阿姨啦，或者是柜台的接线生小姐啊这些的，你最好都去认识他们，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OK， 因为大家都是你公司一份子。那要是你连人家名字都不去记得的话，你就人家会觉得你很 snobbish， 就你屌什么 ？OK， 你或许在公司里面的位置是有点高，那所以我也不指望你会知道我的名字。可是如果你知道我的名字，我会觉得非常感动。你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状况，就是不是有大头，就是不要有大头症。
你最好是公司上上下下都可以一视同仁的，然后就跟他们相处跟对待，然后就 call people by their first name， 这样最好的。所以听过一些很厉害的美国总统就是一样，他这个公司就是白宫里的管家他都可以，或者厨子之类的，直接就是 learn their first name。 好，所以你看 learn their names、okay? greet them by name、yeah.欸、Hi Chris、oh, Hi Jenny、Reception， 所以直接就用名字来称呼他们。 Ask them how they are doing、yeah， 问他们、欸、你好不好这样子。所以要是你是一个、哦、已经是高阶主管了，经过你的 receptionist 的时候，你要说、欸、你好不好，你今天怎么样，你的头发今天做了一点改变，我有注意到，人家就会觉得哇你没有价值。 So that's always good right、yeah. So learn people's names， greet them by name，然后 be on first name basis， OK， be on first name basis with someone， 他意思就是你跟这个人已经可以用 first name 来互相称呼了。像假设我已经是个高阶主管，可能你要看到我就是 Hey Mr. Chi， Mr. Chi， 可是我如果跟一个 janitor 就是打扫人员说 Hey call me Paul， 他说 Oh really can I yeah call me Paul， 所以他看到我就 Paul， 诶他就会觉得这样我可以跟你平起平坐， 你会觉得这样就比较好。 OK， so be on first name basis with people。 那么我以前在电视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帮忙打字幕的人，那我就觉得 I was a lowly worker，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想说 我想要把大家名字记下，全部都香港人，那是一个这个香港电视公司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就把摄影师、摄影大师啊，什么什么摄影大师、摄影师、摄影大哥，然后那个主播室里面所有那个操作机台的人员，我大概都听一下、记一下名字，我都知道。然后有一天我要离职了，然后我接替我的那个新人，我就带他走走环境，然后我就把他介绍给这个电视台里面的人。说哦，这个是这个摄影大哥，他就是这个I don't know， 现在想不起来。这个摄影大哥叫 David，OK、okay, 啊，然后这边这个 receptionist 叫 Rebecca， 然后这边这个专门做会计的这个叫 Thomas 或这些，然后介绍到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直播的主控台的那个房间里面的时候，因为里面也是坐几个人，永远坐在那边不知道在弄什么。然后哎，大家哦，这是新的字幕小妹。啊，这是谁 ？Danny 哥什么哥什么哥？哇，然后香港人就是哇，你竟然大家名字都记得哇，雷刚雷这么厉害呢。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我都不记得呀，妹妹啊，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把大名字记得什么？”你看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就他对着我的脸说：“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把大名字记那么熟。”Thank you for not remembering my name， 不是记仇，不是记仇。只是我会觉得他大概到现在还不是个卡吧这个家伙，因为他就是没有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用比较认真的态度来跟公司里面能做社交、okay? 或者就是他没有看得起的人，他就懒得去记这个人的名字。所以也不是说多仇恨或者说有 hurt 到，只是这真的变成是一个我人生中有记得的一个小画面。因为我那时候还蛮自豪这件事情， I knew everybody even though they didn't know me because I was very lowly， OK， 那我就坐外面打字幕，打完字幕我就下班了，所以大家不认识我也是正常的。可是如果说有人能够记得我的名字，我还真的会觉得这个人很棒、yeah. 所以这个是，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有算是有点权威的人的话， yeah， so never look downOr never, look down 也不是一个正确的词。你本来就不应该 look down on everybody, anybody, right? But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mall people, okay?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eople who are insignificant because they actually matter. Because they will tell people stories about you if you treated them like shit, okay? 如果你把就是你哦一副高在上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话，我相信他们转过身就会有你的故事可以讲给人家听。那这些故事在网络的世界绝对会爆开来，相信我、okay? 所以要是你是一个、哦、有就这个位高权重的人，有没有这个中文成语啊？不管、You should
you should be smart enough, okay, to know that anybody who work close to you, or not even close to you, anybody who are around you, who may have contact with you in your daily life, is important, okay, in building up your name. 好，再看两个片语，就 make a name for somebody， 就既然要是你做什么事情成名了，就 you make a name for yourself， 就你在某个行业里面，大家都知道，哦 ，David， 我知道啊，哦，那个卖房子卖得很厉害的人，对，大家都知道卖房子的 David 是谁。就像台湾，我记得在高雄的时候还在教英文的时候，有人叫李麦克啊，所以李麦克就是一个还蛮知名的英文老师。So he really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He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OK， 多看一个字，最后一个字。I think it's okay to selectively share aspects of your personal life with your coworkers. 好，他是回应前面一个人说的，就是说，不要把你的 coworker 当作朋友，所以不要分享太多个人的事情。然后这个人的回应是说，他觉得选择性的分享个人事是好的，因为那个人会比较把你当朋友。我同意。So I think it's okay to selectively 就有选择性的 share aspects of your personal life. Aspect 就是层面，所以你个人生活的层面。跟你的 coworker, with your coworkers. You still want to be friendly and personable, and especially if you have a similar background or hobbies with your coworkers, it helps build your professional rapport with them. 好，所以这看完这就可以了。所以你想要当一个 friendly 以及 personable 就是好亲近的，简单来说。特别你如果说跟那个人有共同的背景， similar background, similar hobbies, 类似的这个嗜好的话，It helps build your professional rapport. 所以这个词不是英文字，它的发音是 rapport， 也就是两个人的好关系。所以这个在人力资源管理里面常讲这个字。所以你要跟，例如说，来 interview 的人，跟他建立一个 rapport 起来。那建立起来之后，可能这个 interview 就比较能够看他真实的一面，而不是一个超紧张然后表现不好的状态。同样反过来也是一样，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去 interview 去找工作的人，你也很希望可以尽快的跟这个 interviewer， 你是 interviewee， 所以你要跟这个 interviewer 呢建一个 rapport 起来。所以你进到他办公室，要跟他去 interview， 你可能偷看一下他这边挂了一个照片，这边有一个高尔夫球杆，他说 Oh, you like playing golf？ 然后 Yeah, I do。然后你可能就跟他聊起高尔夫球来。所以说不定聊了很长一段时间，你们都没有进入主题，可是这个人就觉得你不错，无论如何他都会请你了。这种故事我们也听过啦，说实在的。所以这就是 rapport。So you want to build rapport with people. 可以。Alright, 好，讲到这里大概可以了，中间扯了一大堆其他奇怪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有用多讲一些英文。I try to make my content as much in English as possible. So sometimes I try to, you know, switch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m sure that's okay with you, because that's what you're here for anyway. 好 ,OK, 我们讲到这里可以了，今天大概就这样也够了。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